干么出来？冒冒油啊！有，拿来晒。拜头前啊！拜头前啊！拜头前啊！有啦，拜头前啊！哦，来，有诶，当骨头面啦，少年家骨头前啦。 来，五位当葡萄饼了，少年家葡萄饼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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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。以及南京宝莲这个坐后面的。后面那样，记得校长那不大美吗？啊！啊黑呀，等下黑呀，等下，别小看人啊！后来后来，这位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，后来大家先放放假走啊！爱什么员工结尾？我来先问前面的先别别，其他歪，其他歪，其他歪，哟哟，我来个跳舞管毛巾哟，跳舞个管毛巾，来紧，拿到一个合作社哈。好来，咱昆源议员，昆源议员有赞无？嗯，赞赞。咱昆源议员来咧介绍一个八八箱哦，让咱昆源议员代表来进出的哦。好来，佑国合作社一万五，好无？好。议员做较好。动作做较好。你们收音的。咱请议员来讲一下话啦吼，来谢谢啊，我想感谢哈，主要哈，我们彭校长也是我的大学长哈，啊，今仔日做感谢哈，安尼媒体哈，安尼《东华日报》、安南天哈，安尼记者同业先进哈，啊，也有做几个员，也有记者者哈，啊，比较。要今仔日来参与按这满刀吼，药果产销合作社吼，按呢这个交昆和新梅和吼，啊足都好，按呢药果合作社这批要八八箱的回，我和昆和这台南市建筑工会理事长、不动产工会理事长呢。我的会员同业先进哦，全部拢未开啊，全部拢未开，所以我当然一批我就未开。啊，其实昆德啊，拢有家己的较单纯的想法，就是有人讲啊，你有改变啊，无改变，安尼啊，有买到的人心情安那，无买到的人心情安那。啊，其实哦，我拢作平常心，就讲因为。我的想法就是讲，安尼水果，那大家拢来甲买，啊，安尼市场就加做热络，市场热络就顶个物件卖了好。所以呢，什么人卖，什么人卖，什么，迄拢是一个，迄个买卖的这个交易，一个眼。那伊按码头的迄个分担咯。红油哦，佮后壁佮白油，哦，安尼产量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码头的分担，我想别的地方产生的分担都要挂码头分担，哦，所以呢，迄个按对码头的分担，迄个台湾报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到中秋节，看到说到中秋节，人讲月饼进。做普遍，大家拢做认真咧研发各种嘅月饼，但是吼、哦，分担就是大家拢会优先想的。
哦，所以呢，群众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，荣幸啊，今仔日带好迄个安尼，迄个药果，迄个安码头药果合作社，啊，因为即届安尼中央对安尼大个的采收诶，即个做法变作予安尼农会进行。那农会进行，事实安尼阁有足济诶产销班无伫农会系统。我想对即个农个爱关心，爱全面性吼，全面性。那昆乐啊，一定要强调，伫安南华、南西、玉井、左镇啊、山上、大内、关店啊，来到安码头。到海边呢，七股海边，生产海产、粉油啊，嘛是占台湾的40%的产量。那到将军，到安尼，迄个西港的红菜头，佮交安尼芦笋，哦，一路来拢有安尼做特色的农产品，佮交安尼水果。所以伫即个水果产销，安尼政府。政府农民是负责生产，生产好食，佫叫产量，产量哦，因为是追求产量啊，安尼，所以好食产量是因重视。那因认真咧生产的时阵，因无迄种规模来做营销，营销的成本足悬，所以呢，营销这个袂使打靠安尼盘上。因为爱做国际贸易吼，一定是按中央政府爱出手的，地方政府台南市农业局嘛无可能有法度做到安尼。但是农业局爱落来执行中央所计划，啊，个农业局来交安尼果农呢，来搭合，个安尼水果，唔是今年，迄个到五月、六月才开始发今年的文旦，而是上进安尼文旦就已经三。伊个蔡秀凯，那安静就爱去规划明年的文旦的计划，啊，要安那，就是一个阶段对雨水啦，对天气安尼来综合，甲按地方呢，好好啊来交果农，交地方的合作社啊来好好啊来做沟通联系，安尼按较果农生产的时阵，较袂伫遐心慌慌，到底呢生产者到底是好啊歹，介绍是有法度维持无？哦，我想安尼政府、中央政府一定爱关心。哦，那今年的迄个台市议会啊，安尼陈廷辉立委，佮交阮无党联盟，哦啊，佮交国民党，哦啊，佮一部咱的执政党、民进党呢，阮有去迄个去日本继续推销山药，当时呢，嘛甲安尼分担呢，啊，当时销售出。哦，所以呢，按由各国的所在。共同来间协助，安尼果农将安尼水果生产的农产品间营销出去，我想大家拢尽一点办法，啊，昆也是尽伊迄个绵薄之力啦吼。因为昆和迄个郑律师落尾手伫建筑公司的时阵，中秋节一定是安尼马达文旦啦吼。因为这是安尼所在做干净的这个水果，所以。伊个几十单来已经够进，超过三四十单啊！你看到做律师做已经30几单啊吼，所以呢，伊个对这后足深的这个感受更加感情吼，因为看到也是农家子弟吼，看到阿种个河川工地，两家河川工地是无所有关的吼，所以呢，大家来共同来关心，啊，吼安尼满道分担吼，享誉国内外吼，政府一定爱。打出我们的国外的销的通路，这一定要认真来做吼、哦。啊，可能啊，抛光引力，吼、哦，这和安尼政府来关心，讲咱一个迄个议员，咱一个民意代表，啊，咱是安尼关心果农，安、啊、身为政府，安、啊、有啥物具体的做法，吼、哦，啊，唔通哦，讲啊做好听。结果呢，做来台湾呢，迄个胡头蛇尾，胡头尾啊，都叫去，哦，我想这唔好个代志，
吼、哦，这芋头师傅诶时阵，我看到吼，人家的感受很不好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今仔日呢，拜托安尼媒体安尼记者吼，啊安尼许从这个讯息呢，诶传播出去，我安尼政府更加来关心，啊，直接拜托我们各个产业界、企业界，我们想吃文旦的来买不就对了吼。刚才各位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都感谢安尼29陈小班哦，哦安尼又果哈，又果合作社哈，安尼29又安顺这几台高陈小班哦，安尼，我有吃过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好吃的，安尼，非常的好吃哈，加油！大家鼓励一下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好、哦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哈，谢谢谢谢。第二你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好、啊，可以。一个赞。这第二好。来，要不要拿这个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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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可以的来。来，谢谢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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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补一张哈，来看我，再一张。哦，快点，你单脚。谢谢谢谢。OK， 谢谢啦，感谢记者。八八星哦，你让咱本台几万代表来庆祝呀。好，来，佑国合作社15000，贺博。好。语文不够好。你们要收音的。佑果合作社这批要八八箱的会，多好混合。这快点哦，再讲下。阿快点。这是都今年的5月，安尼山区的迄山野开始啦，吼，啊，到安尼阿不卡洛，啊，当然今年安尼迄满刀的牡丹，吼，迄生产量是比以往搁较好，啊，今年哦，今年嘛比往年较好食，吼，啊，今年的大个点到。较少，哦，所以今年的大个照道理应该要正如全部收啦。啊，昆德阿家嘛足感谢，迄个昆德阿毛梅河，安尼迄个整个的营销的网路吼，啊，甲迄个来甲咱收寡大个，哦，啊嘛收足济诶，即个企业者吼，啊甚至呢走国际通路，所以呢，安尼银行者。好、哦，安尼要餐饮界，甚至安尼大卖场，哦啊，金砖嘛，哦，安后三都加拿大，哦啊，金龟岗，哦金龟岗，安嘛有美和都安尼香港，哦，所以这个量进一个持续在进行，哦持续进行，啊应该。收集的量相当的可观，哦，那现在还在进行中，但按这个要中秋节搞，哦，阿坤啊，会甲要按报告这段时间按总共协助按呢码头果农，我们促销了多少来伫按国内，啊伫按呢国外，哦啊，足感谢按媒体吼共同来关心。我想，安尼，迄个歌龙，哦，因个工作相当辛苦，迄叫做一卡波一个人，啊，怎样劳干在做，足辛苦，啊，对因个需求，其实是小确幸，这种小确幸，他们可以很温暖过了一个年，哦，所以呢，哎，拜托，大家共同来加关心，啊，昆乐本身就是企业界。尤其建筑业界，哦，我们的这些
企业界、建筑业界的这些老板，大家都有很大的心胸啊。兵凶起啊，就捐很多了。做捐献啦、消防车啦、救护车，我们就做很多哦。但是呢，我们都不太会去宣传哦。可是呢，我在想，因为我出身的教育的家庭，就是法律服务，那对于公益的事情，我就长期都在关心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的葛龙这种需求，更是呢，我现在担任民意代表我的责任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做感谢。安尼，要来参悟啊，来采访啊，拜托赶传达出去哦。昆德啊，能量有限，能力有限哦。那就是做那个抛砖引玉哦啊，要尽绵薄之力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希望看到大家拢有好的收入，这是昆德啊会感觉足温暖的哦。啊，而且感谢各位哦，谢谢啊，祝安尼国龙辛苦的国龙们哦，有一个愉快。丰收的中秋节跟愉快丰收的一年哦，感谢，谢谢。有好几个工会还是？就一个工会，叫不动产。对对，不动产工会就按。我们都按照依法去申请入权，所以呢，安唯一的阻碍是到行政院要去抗议的时候，那行政院呢做计马跟我们排除在外，哦，所以我们在行政院台前面表达很严重的一个抗议。那因为安喜都凯德兰大道总统府前面走到行政院之后，我们再绕回来。安内要立法院，最重要的部分是，我们这一席的立法委员，
我们的乡亲三更半夜去到那边，天亮四点多五点集结，然后呢又走到中午稍微到下午两点多，我们的立法委员才出现，我们最大的民意代表，我们的这么辛苦从我们的台南出发，他像当官的一样，他在这个没有出现过，这是第一点。他里面在讲一个很离谱的事情，就大潮沟。大潮沟是110年的十月，那这个案呢，是我们台南市政府金花局偷渡案件进来议会。那为什么这个案件我没有去把它，也没有去把它挡下？因为我们跟台南市政府达成的共识哦，是在108年的十月达成的会议结论哦，拢是阮即个回应哦。那也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61号西暂时未使进电，伫61号东找一个20公顷以上的示范区。予阮议员、阮议会来看无问题了后，按卡来考虑是毋是61号西买予政电，这是没有被修改的议会跟市政府的共识的结论。到111年的十月，完全拢无信息，嘛无人甲讲20公顷的示范区在哪里，都没有做的情况下。怎么可以送一个61号以西的重电区做示范区？示范区是在261号以东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台南市政府上岸就来，我不是规天固定立场啊，但是我知道绝对不可能会审到61号以西啊，因为61号以东的示范区还没给我看嘛，所以今仔日。我们台南市政府，那为了这件事情，我在立法院，郭国文在场，我就当场斥责我们的金花局长。那金花局长当时这谁他还没有到，当时是郭阿美一个局长，但是伊是一个经法局的局长，伊爱了解整个原来的联系，就是未使伫61号西准任何案件嘛，怎么可以偷渡进来？好，我伫。立法院公开跟他斥责之后，我回来一直追究他的责任。那追究他的责任，你看金花局现在怎样？金花局跟重电的郭彩金是不是说移送法办收押起诉？来，我们重电这么严重的一个七股里面牵涉到的中心电工的重电、台电的高层，哦，然后呢，严重到。我们的党的甚至执政党的新潮流银邦科技，这个都整个的政党关系整个结合在一起，甚至连政府高级的用电的台电，我们的法务部都没有启动调查，我们的环委则也没有去好好的去办，为什么他会把七股牺牲的这样？他没有利益，没有利益才是我谁敢相信？所以今仔日，伊郭国文新委立法委员，伊爱清楚，伫101年的大潮沟，他没有为我们海边说半句话。我们在争取权利，他也没有出面过。一直到101年的战委，那个郭永庆是他的那个调阿他。来才跟他讲说，哦，我们这边大潮沟要再被禁电，那他才出面了。所以他今天讲的好像他关心很多的，其实他有3年最重要在立法院守住案件、守住法案，然后呢要求对地方、对各个县市有一个太阳能光电的一个审查的机制的严格的标准，他完全没参与，所以。伊讲我无伫议会动一两，啊，伊无三当都无伫法院、立法院开会，哦，所以他应该要好好的检讨，他应该要好好，他一个立法委员，只要跟中央挡一下，那61号西未使进电，
下个行政命令下来，我们台南市政府，我们台南市政府就不会有这些案子。议员，你说对手传出来说，因为你没有分到利益，所以你带头出来抗争。我要求环卫者市长，只要在重电利益者拿一毛钱，天打雷劈，他三次都不干。第二次跟我说，我又不是谁。那我已经讲过，拿到光电利益者天打雷劈，那我还要解释什么吗？是不是？我在议会已经发誓过三个，所以我现在要讲说，如果讲说我没有在光电拿到利益，所以我才来去反对的，来，请你们告诉我是谁讲的，我一定告他，然后呢，民事的赔偿我已经捐给弱势团体。大家一起来，选举大家一起来抓这些恶质的选举，我如果要那些利益，那我现在捐了1000多万，干脆留起来口袋自己花，对不对？太粗俗了啦，知道这个年纪了还积极那些利益的话，那简直已经是那个已经那个 level 跟水准已经落差很大了。因为那你对光电这个产业你最大的主张跟诉求是什么？我还是跟了2025年恢复家园是民进党的政策，那完全执政的通过，可是呢跟我们全民的公投是违背的，我们全民公投没有会合，所以呢他会合了以后又在2025年达标，结果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光电海边的土地，用我们的农地，包括连我们的5米勒的那个农田也要拿来种电。那这些种电为了什么？为了解决他2025年的恢复家园的政策，牺牲我们的这土地。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，纵然达标了，达标也是失败，因为错误的政策。那我如果有机会进国会，我一定要遏制这样的行为。我们的光电好进到屋顶上，进到屋顶上，不要种在土地上。土地资源有限，台湾的土地平地还不到30%。我们的执政者用2025年的恢复家园，毁掉我们很多的土地，毁掉我们的良田。那大家一定不知道，61号以西，在7股的曾文溪口这一段是全台湾水质最好的，水质最好的，所以它是养文蛤最好的，又有竞争力。所以黑面琵鹭为什么在旁边？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台湾最幸运，这个这么优质的一个生态，是我们人民跟我们的一种动物，也就是黑面琵鹭呢，大家共同是活动的一个区块。现在呢，要把人家赶走灭绝，我觉得这个执政者，我在我的那个这一次破的文件，这些支持的民意代表，这些政府的官员，他们的 level， 他们的水准远不如我们7股的渔民，这些穿西装的，这些财团远不如我们7股的农民。他要种往屋顶上，但是61号以西不要去种田，61号以西不要再种田，因为留给我们西海岸一片干净的土地。你们如果出来已经发现那个台西那个口湖60号以西也种田。当地以总量管制，因为现在已经有1500多公顷，已经种了1500多公顷。来，我们那总量管制那种了1500公顷，还要再种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总量管制，那也有1500公顷已经种了，还要再种，对不对？所以已经爆量了，已经爆量了。所以这个也有在我们的61号以西的重点，我绝对不容许它再发生。卢竹沟的这个案件，我们还没有放弃。因为那个是一个罪恶的地方，我说罪恶的地方，用我们这块地呢伤害我们的乡亲。那61号以东，我想去管，
也无力管啊。为什么无力管？因为我能力有限，所以六十一号以东，如果地主地方没有反对，我没有办法表示意见，因为那边里长他们比我还前线，比我还前线。但是议员，我只所知影，伫尾山沟迄条是过去河准啊，但是这个已经发生空腔未见何用。啊，我要去领议会定情，伫九月初我着约八月初看，我着接着讲要去约，就讲我无插的，因为我本身是迄边的囡仔。我讲那是六十一线以西，抗议可能我会插头着，我来甲接。所以迄条线到底是安怎要拆，还是要安怎？伊阁继续要做，业主要继续要做。要就是安尼吼，要基本上面六十一号以西。我是坚决反对，哦，那他们什么时候去通过？那我还要去了解，因为我们是在108年的11月，我们就决议不审查这种案件。但我这有规定，我一定变成个了，我也不能够看。我觉得一切以公文为准了。